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打扫会议室。其实我是偷偷的来给你们说两句话，因为我在办公室不好意思说话，实在是太社恐了。今天的早饭，妈给我们带了四个煎蛋，然后他爸又给带了两个蛋，今天我们要吃六个蛋。每天这样拍太丑了，我的温柔把他拿过来了。泛黄的夕阳和寒暄的白蚁，星空是点缀在黑夜里的彩笔，翻涌的浪花好像卷入海底，脖子汽水樱桃味泡泡糖，切身体会感觉像中了枪，且柔且甜，从初见间的温柔了我的整天啊、嗯、喝了那么多我还是喜欢原味，太臭了，味道真的很绝配，好晒呀、啊、又出来晒太阳啦、啊、这个黄色跟我的蓝衣服还挺配的耶。不是很会病吧，想病一下吧。点了一份特辣的鸡公煲，再挑个蛋看什么？放了面，土豆粉，米饭。想要和太阳去比肩，对着月亮许愿，柔软且甜的度过每天。想要带你的飞上蓝天，突然坠入清澈的西天。想要和太阳去比肩，对着月亮许愿，柔软且甜的度过每天。就两个极端，真晒呀、啊！出来钓鱼啦！哇，这条好大！哦哟，这边有一条。哦。不行，不行，这么可爱，别给你放下去啊！嘿，你也走吧。哈，第三条小鱼，快长大吧。走吧，来了只小狗，太可爱啦！那你跑远一点，嘿！好帅！今天在办公室发现了一个帅哥，个子很高，然后是我喜欢的那种寸头，哈哈，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。那个男生就坐在这个位置，不过他已经走了。